我们今天在藏寿司。对。我们原本只是想要来吃中餐而已，没有想到今天是鬼灭之刃。对，我想要这个。那明道子薇。这次的活动是从12月4号到1月17号。还不错啊，如果有无产的话，抽到无产也不错哈。我们就先开吃吧，等一下抽奖的时候我们再来看。因为我们东西都已经到了。我们开始了。好，我们先吃吧。12月4号到17号，明月之旅伴，下交道是徽章十种，看起来不错。岩柱它的特别版还会有一个附赠日轮刀12，今天不抽到不回家。还有另外一个活动是鬼灭之刃独家限量商品，超棒，看娃娃。鬼灭之刃独家限量文件奖，单笔消费满1200，追踪藏寿司 IG 到柜台出示画面。哦，那我们今天没得换，太过分了。12月7号开始，我们现在还不到12月7号。那我们挑战第一次。哦，已经很难做。地下探险。好吃的，继续努力吧。啊？因为你失败了，所以请你怒吃两盘。你要吃两盘，结果你才吃。太逊了，太逊了啦！我们要来第二次挑战。哦，好，出来了。会吗？撞球最难中吗？哎，这次好像不一样哦。哦，中了，第二次就中了。阿达利，太好了！阿达利，会是谁？会是谁？赶快猜，赶快猜，会是谁？都好，不行。猪头，大哥，你一定是猪头。我是大哥，来了，去吧。是什么？猪头？猪头吗？大哥吗？真的吗？你最想要的一次中，我们看看，拿到了，下班了，下班了，还要骗人呢，还要继续啊，来，稍等一下，哇，还不错哎，很精致，可惜就是背面看一下。啊，有，背面有看到藏寿司。我如果是看到是大哥吃寿司，那就更棒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大家都在吃寿司。对啊，可惜了哈。真的。好，我们继续挑战吧。那我们这次就第三次挑战。他还是可以抽到明道之火的。
有蜜梨的胸章也不错哦。谢谢照片。对啊，胸章的话，我会想要抽到蜜梨或无产。想要抽到夜梦或者是夜龙。哦，这很难中呢，看一幕就知道。没有。哎，有机会。有机会。救起来。哦。没有。这是第三次。开始了，快点吃，开始了，要开始开始。这次是第四次挑战。对。米豆子啊。我要蜜梨，我要蜜梨。蝴蝶的，蝴蝶的。你要蜜梨的什么徽章？蜜梨只有徽章啊。这次是撞球，又是撞球。撞球真的很好中吗？我觉得这次没有办法，好烦哦。哎，啊，这个画面好像没有。嗯，果然四次中一次，跟我们平常的几率一样。好吃的。可是我还是被他准备了一盘。那不够。请你继续的暴吃怒吃，谢谢。来了，我们准备第五次挑战了。下面那一盘是我最高的，是很难中的，我希望你是可以中。地下探险。买发票中了，没有的，可以借，可以哦。那你今天知道了？我要去挖土。五次中一个，帮起别人之忙。幸好是大哥。第六次。第六次吗？第六次。嗯。嗯。六次差不多该给我了吧？哦，你看来了，现在你每个都还可以哦。哎，有机会哦，这次。眼睛不一样吗？眼睛不一样。眼神不一样哦。哎，画面不同了。成功了。成功了。姜。是谁？是谁？是谁？我蜜梨，蜜梨。蜜梨，我猜是蝴蝶兰，我猜是吊饰，那哪个吊饰？吊饰也要讲一个啊。不知道，但是我猜又是吊饰。好了，来了。蜜梨。紫色。紫色。蝴蝶兰。什么的蝴蝶兰？胸章蝴蝶兰吗？蝴蝶兰是谁给你的？哇哇哇！好小哦。你也太厉害了吧！你是很小的。对啊，你猜胸章蝴蝶人就胸章蝴蝶人，你猜大哥就是大哥。你是很小哎、欸，真的很小。对啊，蛮可爱的啦。迷你胸章哦。迷你胸章，来看一下吧。真的有点小哎、欸，我把看。哇，好小哦，拿在手上更有感觉，好像纽扣哦。它可以，就是可以当做纽扣用的。对啊，来再看一次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让大家看一下。蝴蝶人呢、欸？好可爱哦！那你写的这么大，它还是骗人的。我们来看看画面，你看这个，你看1:1，刚好跟它的图案一样大。如果有要来抽的人，你就看一下，那上面是1:1的大小。大哥大概是比照片再大一点点，大概大一小号这样子。大概跟。哦，跟这个哎差不多啦，跟这个有点接近。我们今天任务成功喽！成功了吗？不用再吃了吗？我们终于可以不用再吃了。我还以为你们要继续吃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们都饱了。等一下我们再来吃甜点。那你要
你要说今天的感想了吗？对啊，你今天真的都是心想事成。这个是一共他们有十款的徽章，如果有喜欢的人可以看看。要满1500啊，我们要挑战看看。我们等一下吃满1500，然后要去抽娃娃。1500哎，哇，我们还要吃多久？不晓得。那我们今天影片要到这边结束喽。嗯，跟大家拜拜吧。跟大家拜拜。